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哦，好痛哦！我得去包扎一下。巴拉，这里找一找，巴拉巴拉巴，要选哪一个？巴拉巴拉巴，就是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噜噜啦啦，我们是厉害小英雄。噜噜啦啦，看我们打败大怪物。大怪物，我不怕大怪物，呼哈呼哈呼哈，看我的厉害，咻咻咻咻咻咻，我的脚受伤。不是玩具，这是爸爸的工具，不能玩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吧。巴拉巴拉巴，好玩的玩具，这里找一找。巴拉巴拉巴，要选哪一个？就要这一个，没有尖尖的脚。噜噜啦啦，我们是勇敢消防员。噜噜啦啦，看我们灭掉大火吧。快灭火，上面大火喷一喷，哦耶哦耶哦耶，下面大火喷一喷，耶耶耶耶耶耶，这个味道好难闻，臭臭臭臭臭臭，喷出臭臭的味道，这个不是玩具，这是杀虫喷雾，不能玩，只能用来消灭害虫哦。巴拉巴拉巴，好玩的玩具，这里找一找。巴拉巴拉巴，要选哪一个？就要这一个，没有臭臭的味道。噜噜啦啦，我们是警察和小偷。噜噜啦啦，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抓住你，站住不要跑，嘿嘿嘿嘿哟，你抓不到我，嘿哟嘿。是玩具。哎呀，购物袋不能戴在头上，很危险。那些呀，不是玩具，都不能玩。这才是你们的玩具。小心，汤锅很烫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你们坐那儿等等，等等我端过去。
烫伤了，赶快冲冷水。快快快开冷水，冰冰凉凉的，冷水冷水冲啊冲啊，冷水冷水泡啊泡啊，用毛巾用毛巾盖起来保护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以后要小心。咪咪和乐乐，热水很烫，不能自己开。和乐乐真棒，我做了好多好吃的，我们一起来吃吧。你怎么都不吃呢？是不是生病啦？你等等，我请医生帮你看看。穿白色的衣服，变成小小医生，戴上医疗箱，戴上听诊器，是谁生病了让医生看一看？是你啊。穿上白色的衣服，变成小小医生，拿出体温计，量一量体温，量一量体温，啊哦发烧了。穿上白色的衣服，小小医生，拿出棉花球，擦一擦伤口，擦一擦伤口，爸爸别害怕。穿上白色的衣服，变成小小医生，拿出绷带，绕一绕手指，绕一绕手指，啊哈，包扎好了，爸爸不痛了。谢谢你，咪咪。不，我不是咪咪，请叫我医生。哦，好的，小医生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小熊，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又偷吃冰淇淋，这样很容易感冒的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我帮你检查一下。怎么没有心跳声？哈哈哈哈，心脏在这里哦。爸爸，今天记得带秘密去打预防针哦。打预防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秘密，打预防针就不容易生病了哦。如果你生病，就不能帮大家看病了。真的吗？好吧。爸爸，还没轮到我们吗？马上就轮到我们啦。我不要打预防针了。Ha ha ha!
哎，秘密啊！我起不来了，对不起，我扶你起来。谢谢你。哦，原来你是医生啊。是啊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吧。怎么没有心跳声？没有心跳。那我是不是快死了？别哭。对了，爸爸好像说过心脏在这里。我再试一次。有心跳声了。太好了。秘密。我得先走了。秘密，你在哪里？预防针还没打呢。爸爸，我的鼻子好痛哦。爸爸先进去问一下医生，你在这里等一下。你的鼻子受伤了吗？我帮你包扎吧。我很厉害哦。你是医生？对呀，我是医生。等一下，包扎一下就不会痛了。包扎完就不会痛了吗？哇，那你快点帮我包扎。麻烦你了，交给我吧。我只是鼻子痛，可是这样更痛了耶，快拿掉。那我帮你重新包扎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我的鼻子还是很痛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可能还需要打一针。打一针？不，我不要打针。打针才会好起来呀，要像我一样勇敢，一点都不怕。说得真好，那你等一下打针也要勇敢哦。不要，我不要打针，好可怕。你刚刚不是说一点都不可怕吗？是啊，你可是勇敢的秘密呢，对吧，秘密小医生？我是小医生。秘密医生，那你要去打针了吗？当然了。打完了，小朋友。打完了。秘密真的好勇敢哦。因为秘密是小医生，不怕打针。秘密小医生表现得很棒。今天是乐乐的生日，我们要给他准备惊喜。
蛋糕台怎么可能会飞呢？啊！真的飞了！乐乐的蛋糕飞走了，怎么办？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有危险，快快来救援！糟了，那边飞来很多小鸟，要是他们把蛋糕吃了，乐乐就没有蛋糕过生日了。兔姨姨，请你开直升机巴士引开小鸟。好的，马上出发。直升机巴士立刻出发，直升机巴士去救援，直升机巴士在路上，马上就到达。直升机巴士抵达现场，叼着玉米吸引小鸟，吸引小鸟保护蛋糕。吼吼吼吼吼！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有危险，快快来救援！不好了，生日蛋糕快要撞上房子了。琪琪，请你开着救援巴士到达现场，启动超级速度推开蛋糕。好的，马上出发。救援巴士立刻出发，救援巴士去救援，救援巴士在路上，马上就到达。救援巴士抵达现场，快快启动超级速度，超级速度保护蛋糕。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有危险，快快来救援！怎么办？蛋糕越飞越远了。壮壮，请你开着工程巴士把气球刺破，让蛋糕慢慢回到地面。好的，马上出发。工程巴士立刻出发，工程巴士去救援，工程巴士在路上，马上就到达。工程巴士抵达现场，伸出工具打破气球，打破气球保护蛋糕。吼吼吼吼吼！哇，哇，好大的蛋糕啊！生日快乐！耶，乐乐生日快乐！心，爸爸会修理好的。可以帮我拿一下桌子上的螺丝起子吗？好。我来拿。我来。乐乐，你不够高，拿不到的。姐姐比你高。等下就会长高的。高高跳起，高高跳起，我长高了，长高了，长高了。我们一起比比身高，看一看是谁更高呢？秘密高，乐乐矮。要怎么变高呢？有了，踮起双脚，踮起双脚，我长高了，长高了，长高了。我们一起比比身高，看一看是谁更高呢？是秘密高哦。要怎么变高呢？有了，站在高高垫子上面，我长高了。长高了，长高了，我们一起比比身高，看一看是谁更高呢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不是哦，是秘密高。要怎么变高呢？有了，爸爸抱抱巨高高，我长高了，
长高了，长高了，我们一起比比身高，看一看是谁更高呢？哇，乐乐变得好高哦！乐乐现在比秘密高哦。妈妈，我们来玩积木吧。好啊，你想搭什么呢？我想搭一座大大的桥。怎么会呢？弟弟是想跟你玩呢。弟弟又哭了。弟弟饿了，我去给他泡牛奶。咪咪，你自己先玩吧。妈妈，快过来陪我玩。宝贝，请等一下哦。我最最最讨厌我弟弟，我的妈妈没有时间陪我，她在喂弟弟喝牛奶。啊，我的大桥倒了。宝贝，你要小心哦。我最最最讨厌我弟弟，我的妈妈没有时间陪我，她在给弟弟换尿布。现在我们来听故事吧。我和我的弟弟在一起，我的妈妈陪在我们身边，她在给我们讲故事。觉得弟弟讨厌吗？嗯，我喜欢弟弟。弟弟也喜欢你哦。啊，妈妈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蛋糕，准备晚上的聚会。蛋糕，蛋糕，妈妈，我们现在就想吃蛋糕。现在还不可以吃哦，要等朋友们来了才可以吃。哦。你们先去玩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块蛋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少了一个。
请伸出另外一只手，哈哈哈！四块饼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颗糖果。妈妈，你现在可以吃糖果吗？不可以，等朋友们来了才可以吃哟。妈妈，糖果不见了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是的，亲爱的，你拿了糖果没有？亲爱的，你拿了五颗没有？亲爱的，伸出你的手，哈哈哈！五颗糖果。奇奇妙妙，你们来了！你好，猫叔叔。今天啊，要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宝宝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嗯，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妙小保姆。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今天奇奇妙妙帮助了猫叔叔，照顾了小宝宝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